0932，0932。 Thank you.
陈大侦探喜欢这一款的，嗨，没有，我是看他心不在焉的，好像有心事儿。哦，没见你对哪个女人这么关注过呀？嗯，不过看他这一身，确实挺性感。哈，现在智慧才是性感的新潮流。哦，那照这么说。 姚小姐在你心里才是性感的代言词啊！她要是能再温柔一点儿，那就跟性感沾边了。嗯，你要是能再请我喝杯奶茶，刚才那句话我替你保密。我想你喝两杯，你没事多跟她聊聊，我是如何夸奖她性感还有智慧的。成交。 再来两杯奶茶，姑娘啊，我找陈侦探啊，老板有。我刚才碰上一个流氓了，流氓。 啊！我出门的时候啊，老觉得不对劲，有一个人啊，鬼鬼祟祟的，老跟在我后面。那您当时身上有没有带什么贵重的物品啊？嗯，没有。您别着急啊，您慢慢想想，这个流氓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帮您把他抓起来。 小姐你好，我用一下电话。哎，小姐，这电话我们只能……我见面了。继续啊。可是好日子不长，29岁那年，丈夫被抓了到底，我的命怎么这么苦？老板，给。 乔薇，思绪来。啊，亲爱的，我不小心打错了，你在干什么？小姐，你没事吧？我也不知道啊，他刚才打电话时就那样了。 喂，子母，我是沈雪，你能不能开车带我去蔷薇家？我刚刚打电话给他，他好像出事情了。我在海格路上的明香咖啡馆。好，小姐，我刚听你说有人好像出事情了。 需不需要帮助？啊，不用担心，他是这儿的侦探。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讲。我本来要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的，但是不小心打到了蔷薇家。然后我就在电话里听到了他的呼救声。那这个蔷薇是谁呀？我的未婚夫。 那他最近有没有和谁结过什么怨啊？我不知道。不过我最近好像有听他说过，有人跟踪他。跟踪？要不我们现在过去看看，他住在哪里？ 招你的事儿办的怎么样了？哎呀，这事儿给我用的，没把他车上插上吧？哎，又怎么了？屋里边有个客户，你帮我招待一下啊！啊，去吧。哎，鸟哥，我急。行行行，那就去吧去吧去吧。来，这边去。再来一杯奶茶。好的。 已经出事了，把门砸开吧。哎哎，那个，我觉得咱们这个门不能砸的。我刚才看了一下，附近根本没有什么人。如果我们把门砸开出事的话，是担待不起的。啊，我叫周子武，我是沈雪的朋友。我们是同事，在一起上班。子武，你也不用担心。 他是侦探，您是巡捕，私家侦探，啊，私家的，那个，啊，万一出问题的话，私家侦探是不行的。 要不然这样吧。 我刚才在那边看到一个巡捕房，你们俩过去，在这里看着。
叫什么叫？你认识他吗？还不去报个总部去？还不去？一帮饭桶，这也还不错啊。别哭啊，身上有枪伤。 时间大概是1到2个小时。 随便乱动的，你谁啊你？他可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大侦探，陈一鸣大侦探，是我们巡捕房的合伙人。以后说话注意点啊！滚！什么合伙人啊？来来来，上次的脸谱杀人案，多亏了你及时给我打电话。 还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啊！电话，什么电话？好，很好，我就喜欢聪明人装糊涂啊，兄弟都记在心里了啊。贾某是懂得感恩的人啊，绝对仗义。以后我这儿有什么疑难案件，指定找你啊，费用好商量。 贾某所想的完全一致。啊，
孙小姐，之前跟踪她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你之前在咖啡馆跟我说她被跟踪，我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这可能对破案。她现在情绪特别不稳定，咱们能不能等一下再问呢？问你了吗？你谁啊？ 狗日狗三，展开调查，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员立即逮捕。还有，这两位带回去录口供。是啊。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告辞。哎，我开车送你啊。哎，对了，哎，死者生前应该没有手腕上带饰品的习惯，那根红绳是后绑上去的。 嗯，哎，什么意思？哎，刘飞，天笑呢？还没出来？嗯，等会儿。嗯。 去青楼了，没去啊？为了掩盖住自己身上的脂粉气，还把自己里里外外洗了个遍。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没闻出自己身上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吗？没有。哎，老太太走了。 什么？问你老太太走没走？啊，走了。隔着厕所的门，讲了她一生的故事。哎呦，吃了什么鬼东西了？哎，对了，我昨天教你办的事儿办好了吗？办好了。你怎么走了那么长时间？嗨，别提了。刚才那个女的，她的未婚夫被杀了，负责这个案子呢是贾探长，所以多聊了一会儿。 啊，老贾负责这个案子啊。什么案子，复不复杂？那女孩叫什么名字？长得好看吗？女孩长得漂亮，就不能排除情杀的可能吗？对不对？对对对，对不对？啊，有可能是情杀。 但是仇杀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一点，因为当时沈雪说啊，这个女孩叫沈雪，对，名字都知道了，那她的电话地址有没有告诉你啊？沈雪说，对，她就是沈雪说的。沈雪说，蔷薇被杀之前被人跟踪了，而且凶手呢，好像是先开枪打的她，然后再把她活活的勒死，所以我觉着。 凶手和蔷薇之间有很大的怨仇，情杀也可以很残忍呐。你找谁啊？张天笑。 当爸的来看儿子不行啊！你就是怕我在外面闯祸，败坏你大局长的名声是吧？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您的咖啡。嗯。看你站没站样，做没做样。 就跟这条街上的小流氓一个德行，小流氓怎么了？还顶嘴你，都是让你妈给你惯的。
刚才那帮人都是你同事？是啊。一个月给你开多少薪水？够吃够喝了。什么工作？侦探。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去了。为什么呀？巡捕房空出来个官位，你顶上。我才不去呢！这是命令。留着你的命令，跟你屁股后边那些狗腿子吧，少拿他来吓唬。你就在这儿破地洞，跟这帮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前途？跟着您就有前途了，别以为我不清楚。就你们巡捕房干净的有几个？行了，你明天去巡捕房报到，就算是拖，我也要把你拖回巡捕房。我还就告诉您了，张大局长，我张天笑除了这侦探社，哪儿都不去。啊，你没事吧？二位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蒋先生在和我探讨关于女人的智慧和性感。嗯，哦。哎，今天的奶茶好像格外香浓啊。那是啊，喝过的人肯定是忘不了的。二位，难道我错过什么事情了吗？为什么你们说话我有点听不太懂呢？啊，没什么。陈大侦探跟我说啊，在他的心目中啊，姚小姐就是智慧和性感的代名词。蒋先生，你真是好人，这种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信。但是从他，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这种话他只能对别的女孩说。喂，老板，你有电话，有姑娘找你。你看，别的姑娘。我先接个电话吧。是个姑娘。电话就电话，以后不要报男女啊。哦。喂，你好。陈侦探，我是沈雪，赵子午被抓走了。谁抓的他？是巡捕房抓的。那好，你先别着急啊，我查一下，你等我消息。哎，我还没看完呢。来，跟我来一下。你看，把他给急的。嗨，现在这个世道啊，爱恨皆可杀人。说的没错，江先生，跟您聊天真的很开心。但是，他不会开我的摩托车，所以我先行一步了。好，好，好，谢谢您的咖啡。不客气，先走一步。自觉呀！去巡捕房。去巡捕房干嘛？翻案。周子午不是凶手。不可能，我有确凿的证据，人就是他杀的。陈大侦探，姚乐小姐，咱们坐下来慢慢说啊。贾探长，你可别草菅人命。周子午他不可能是凶手，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
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在周子武家找出来的科尔特 M1911.45英寸自动手枪，美国军官标配手枪，一般人是搞不到的。这跟蔷薇家墙壁上的弹痕完全吻合。陈大侦探，证据确凿，你说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啊？什么叫一般人搞不到？在黑市上，只要是有钱，你别说科尔特了，你想要加特林也搞得到。难道说我也是凶手喽？哎呀，你重要的是他有杀人动机啊！你问沈雪。对喽，周子武是沈雪的前男友，据说他们俩是相当恩爱。要不是因为这个蔷薇横刀夺爱的话，这两个人现在肯定已经是神仙眷侣了，啊！而且据我调查，跟踪蔷薇的也是周子武，并且前几天有人亲眼看见这个周子武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蔷薇家的附近。你看，凶器、动机、人证全都齐了，这就叫铁证如山，证据确凿，哈。那让我去见见他。Inside.